一箱一箱的蛋抵达码头边送上船，这是为了台风做的准备。多了三箱。那是因为因应台风。对啊。这边不能吃啦，就要来三四五了，刚拢不走啊。民生物资准备比平常多的分量，而游客方面，下午就要发布路上警报了啦。所以你们当天来回啊？要临时改当天来回。哦，本来要住几天？本来要去两天。那我们就玩一天就好了。两天一夜啊！更改行程，选择当天来回，因为看看公告，受到台风影响，航行的船班28号正常，但29号几乎停驶。这风台这嘛拢爱牵啊！啊，不然会走出去啊！啊，无伊这风来有当时啊大，会规个刮掀起来啊！转个镜头来到了山区，养蜂的农家也要做防台。你们这刚刚都垫高了是？哎呀，为啥要垫高？因为风台来哦，拢会落啊，淹水啊。所以吼，爱用个管啊。要让伤害降到最低，一个一个风箱垫高扣紧，原本用来遮阳防晒的黑布也得拆下，防范台风，维护安全。每个角落的各行各业加紧脚步。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